好喊啊！三十年，我第一次听见兰谷再重述佢喺天安门嘅经历，佢所经历嘅痛苦，佢所见到嘅死难者，隐藏在佢心里边三十年，我哋能够讲乜嘢呢？有位作家，他曾经讲：我话我，请为我心灵点一支烛光，我好想有光。有黑夜，佢带来恐怖惊慄。有位诺贝尔奖嘅犹太人都讲：，如果我永远唔会忘记嗰一夜，就喺集中营嗰一夜，佢将我一生变成漫漫嘅长夜。当年佢系15岁，佢目睹好多可爱嘅小朋友系被推去火炉，佢见到儿子推父亲落去火炉。咁样就化成一个老嘅青衣喺天空上，系我哋都冇忘记8964嗰一夜，喺夜幕笼罩着大地嘅时候，北京天安门在机枪喺度响，佢射杀着人啊！坦克隆隆地转过人的身躯，压碎人的身体，仲压碎我哋整个中国人的身。我哋就为佢哋哀，呢啲系手无寸铁嘅人民啊，系我哋嘅年青噶。在纳粹大屠杀的集中营，一位诺贝尔奖失维尔，他接受一个和平奖的时候，他提及一个小孩子得知集中营的屠杀的时候，他就问他的爸爸：这些是不是真的？大屠杀是不是真的？今天是20世紀，不是中古世紀時代了，為什麼世界會容許這些暴行？世界為什麼要邪惡？孩子再問父親：幾年話給我知，你為我的將來會做些什麼？你為你自己一生都會做些什麼？呢位父亲就回答佢话：我喺度尽力，会尽力保护活嘅记忆。我就系呢啲想遗忘嘅人，我同佢哋斗争。若果被遗忘，我哋就系犯罪，我哋就系帮凶。世界咁多事，仍然沉默不言。因此，我立誓，只要有人受苦受辱，我就要发声。我哋必须选择站在一边，唔能够做中立嘅。因为中立就系助纣为虐，对受害者无情。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对受暴的人无辱。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出来抗争，面对这个依然发生很多不公义苦难的世界，
出嚟以就對呢一孩子話：佢話只要一個正直誠實嘅人肯起嚟行動，就可以帶嚟生與死嘅改變。例如馬丁路德金，佢走出嚟啦，到改善咗黑人嘅人權。三十年，我有一個願望，我要探一年。喺2018年，我探到啦。呢位就係當時8964駐香港嘅法國副總領事孟飛龍先生。我亦都去到總統外交顧問燕保羅先生的墳墓獻花致謝。在8964，就是逃亡來香港的人，就去到他們的辦公室，他們願意簽字簽會給他簽證，他們離開香港，他們將他們的前途壓下，他們以生命實踐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、立國的信念，給很多逃亡者離開香港挽回了生命。今日我想起我有兄四的兄弟在監獄，如果我們仍然見到有意見者、有不同政見的人在監獄裡面，我們就沒有真正的自由。因此我們要有信心，有勇氣起來行動。政府是製造恐懼，我們不要怕，我們要有信心、勇氣起來行動，與愛、與良善、與公義對抗不義的亂局。只要我們行動起來的對抗，不義的政權就在人民的力量之下倒下來。